海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教会我的鸡讲人话哦。啊，是啊。你看哦，菌类的总称是什么？姑。爸爸的姐妹是什么？姑姑。你这逊毙了。哎，有点耐心好不好？后面更厉害啊。是啊，有点耐心嘛，凯伦。还没洗澡的人，记得先去洗澡。洗过澡了，记得订阅最近红什么。记住，儿子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打女人。哦。打我的屁股，宝贝。不行，我答应过我爸，从不打女生。我以你为傲，儿子。宝贝，我模仿绿茶婊说话，你配合我一下。来啊！你女朋友那么爱生气，你一定哄得很累哦。那算什么东西呀？啊！哈哈！黄爸爸你好。哎。今天早上来主要是因为你儿子在学校表现不好。然后嘞，他在家里表现不好，不会叫你过来吗？不约而同怎么造句啊？我喜欢学姐，想约她出去，她说我不约而同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在八楼遇到火灾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会停止想象。教授，下礼拜我想借403教室。403，当天是空的。第十感的，我要为你道歉，狂人，让你疯狂，让你疯。哎，小张，下礼拜三的那个 PPT 做好了吗？传给我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李总，不是下礼拜三才要吗？哎呀，你不能提前给我吗？啊，为什么要提前？你活不到下礼拜三吗？我想了很久，我还是忘不了，我很想你。我们和好好不好？喂，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坐月子。建智起床喽！走开啊！你已经不是我女朋友了。但我现在是你的继母喽！喝完这杯，要跟我出去吗？我有男朋友了。那我要打烊了。你会修电脑吗？我会啊。怎么了？你电脑坏了？不是，是我室友的啦。其实我不会。我室友比我漂亮。那我会。我算是看透你了，游戏排第一，家人排第二，你家的狗排第三，朋友排第四。你说我在你心中到底排第几？第五啊，这不算啊。我要订婚了。我本来不想和你说的，两年了，我还是放不下你。再见了，我的青春。希望下辈子你能为我穿上婚纱。祝你幸福。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也最爱的人，只能怪我没有好好珍惜。快快说完给我，那我就把录音发给你老婆。是哎，你走光了，小姐。哎呀，不要杀我！你女朋友那么爱生气，你一定哄得很累吧？对不起，我。他算什么东西呀？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。你为什么不打他？太尴尬。你为什么不打他？我怕受伤。今天找你来主要，等下你的鼻毛。哎呦！我刚这样。哎呦！太亮了，我直接照我的右眼，太过分了。当天是空的。你的笑容已经扬起来了，你笑容已经扬起来了，你又没发现？但你现在
是我继。错了。你是我继。我是女儿。继子。喝完这杯，要跟我回家吗？我想要回家。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，也是最爱的人。怪我好怎样？说不上，气卡住了。好笑。做跟我哥。第十感的，我要为你倒情狂热，让你疯狂，让你渴，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。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。不要浪费每一刻快乐，梦的天行者要快乐。影片。